可以说 walking speed， 因为主要它是在这个无形道上面走路的。而且现在 PAB 来了之后，我现在拿着一个 Apple Tag， 它会跟着我，把它带回来，我把它转过来，接下来停在我前面。那随便说，我们在都市，比如说台湾，如果说我们要演。